孙仲神寄送第四首，佛身清净恒寂灭，普现众色无住相，如是遍住于世间，此净化神之所入。这首寄送啊，我们补充一点意思。遍住世间的道理就在立相啊，立相上不着相，心里头如果一切不执着不分别就变了，无论是事法还是出世间法，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就局限了，就小了。要是完全不着相啊，如诸佛菩萨一样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那坐不坐，真坐，非常认真努力在坐，啊，坐而无坐，无坐是不着相，那他这个坐就变虚空法界，啊，丝毫染着就产生了隔碍。我们在这里要学这个道理，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寂灭，自自然然，点点滴滴都周边法界，这遍住于世间。请看下面第五首，道是如是不思议，随众身心习令戒，或坐或行或食住，无量威仪所悟门。无量威仪身中身，这是他的赞颂。赞颂里面举的例子好啊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行住坐卧啊。但是这首偈里头关键的字眼是在第二句，随众生心，这句重要啊。你怎么样实现威仪，一定要随众生心，要懂得观机呀，现在这个世间大家不讲求威仪了啊，我们在马路上走一走，你就看到一些人的打扮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，穿的服装真正是所谓奇装异服啊，衣服上印的那些图案啊，到处看到那些广告都是些妖魔鬼怪，叫你看到听到
增长贪嗔痴慢，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在这个环境里头，那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要帮助他，纠正他，帮他回头啊，帮他向善啊，帮他远离贪嗔痴啊，远离三恶道啊。那这个实现呢，就不思议了啊！所以一定要随众生心，习令戒。现在的人不知道孝顺父母，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人，要给社会大众做出榜样，做出孝顺父母的榜样，给他看。现在的学生不懂得尊重老师啊，我们要做出一个尊师重道的样子给他看啊。现在众生呢，都迷在前言里头啊，不择手段，贪图财物啊，净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啊，其实错了，损人决定害己啊，利人才是真正利己。那我们要做出舍财、善财、布施、供养给他看呢，启发他了，这都是随众生心习令戒呢。现在的人对国家没有忠心，我们做出效忠国家，啊，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道义，没有信用，啊，我们要实现大义、大信，从我们的身体做出来给他看，你只是仔细观察现在这个世间人社会缺少什么东西，你就做出什么样子出来，无量威仪，要是这样的建立就对了，这个就是心通佛心，愿通佛愿，行通佛行。佛的心没有一定的，非常活泼啊！这个人太拘谨了，我就现活泼的相让他放松啊。这个人太放荡了，我在他面前就视线很守规矩的相叫他约束，由此可知啊，威仪要看什么样的对象，用什么样的方式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大原则，帮助他觉悟，
帮助他断恶向善，帮助他转迷为悟啊，帮助他转凡为圣，这个是不变的原理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。下面第六首：佛百千劫难逢遇，处心利益能自在，令世卸力贫穷苦，最胜光阴若四处。这是最胜光阴身中圣，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帮助一切激发众生色力满足，记诵里面讲得很清楚。这个事情要谁做呢？要大智慧大福德才能救世间一切苦难啊。佛出现在世间不容易，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第一句是说，这个语言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，那个利益太大太大了。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功德显示在哪里呢？能够令世间一切众生九法界众生离苦得乐啊！啊，离贫穷之苦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将近70亿的人住在这个地方啊，其他的这个有情众生我们不提，单单提人道啊，将近70亿人呢。这70亿人里头有多少啊还生活在贫苦之中到不到一时啊，世间确实有慈善家有宗教家不断的在劝募救济，这是一桩好事情，值得人赞叹的事情。但是比缺乏物资苦难更严重的是缺乏精神的善良，有几个人能知道的？现在在这个世间，提给社会大众精神食粮的是谁？有几家慈善机构啊在做？缺乏物质生活固然是苦啊，
缺乏精神的资粮更苦啊。缺乏物质资粮最苦的饿死生死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缺乏精神食粮的，缺乏圣贤的精神食粮还是饿死啊，发生慧命饿死了。几个人懂得？佛在经教里头常常给我们讲啊，慧命重于生命啊，生命得到不难啊，慧命难啊，生命人死了之后啊，照经典上一般讲讲法49天他就又投胎了，他又得个身体了，但是慧命呢，你不遇到佛法你得不到啊。可是佛百千劫难逢遇，所以发生慧命的就更值得一切诸佛菩萨的重视，不容易遇到。这个遇到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遇到之后真正能够抓住，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你这一生就永脱轮回。诸位想想看，这种布施供养、这种慈善救济，是世间无与伦比，没有法子能比啊。这个事情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啊。你发真诚心做一天，功德就不可思议啊，天天继续做哪得了。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在世出世间哪是第一等的大事业，哪是第一等的功德事业，哪些是第一等福德事业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这一生呢就没有空过了啊，这一生没有白来了。再看底下这一首，第七首，如来夜夜持相间，菩萨相等光焰云，灭除一切众生惑，立垢云神如是界。这是长行里面说的是净光香云身啊，身中身。他修学的法门是除一切众生烦恼垢，清净说法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完全是用寄送里面的大意
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如来意义持相间呐，啊，这是讲的说法了。菩萨相等光焰云，啊，这个说法就是放香放光，相光庄严呐，啊，为众生说真实法，啊，真实法不是别的，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一切众生迷惑颠倒，啊，迷在哪里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起何造业受报，啊，祸业苦啊，祸业苦是六道轮回的真因呐，啊，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佛一句话说破了，起何造业受报，受报的时候又起火，啊，又造业，于是这个祸业苦的轮回轮转呢，啊，永远不息不休息啊！啊，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呀，啊。如果我们把祸业苦断掉，或者是断惑，或者是不造业，果报就没，苦是六道轮回的果报就没有了，啊，迷惑是因，造业是缘，苦是果报，诸佛如来菩萨善友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，希望大家彻底明了，断恶修善呐，啊！断恶修善是从造业上讲的，啊，破迷开悟啊，是断惑啊。转凡成圣呢，啊，是证圣果，恢复自信。金光菩萨他从这个法门修行正果，把他的经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，重要的参考资料，再看下面第八首，众生然何为重障啊？随着魔境常流转，如来开示解脱道守护支持能无辱，这是第八尊守护摄持神众生
啊，他的赞颂。在前面我们看到他所修学的法门是转一切众生愚痴魔业，跟他的德号完全相应啊，他能够守护，能够摄持，所以才有能力转众生的魔业。寄送一开端，就把众生的这个业障说出来了啊，六道轮回，这里面所有一切有情众生，确确实实染惑为重障，染是污染，惑是迷惑。然是什么呢？然是贪、嗔、骄慢啊，惑呢是愚痴啊，迷惑。所以这两个字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根本烦恼啊，根本烦恼六个。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诸位晓得，疑恶见都是痴烦恼里头的一份啊。他要不痴，他就不会怀疑了。这个怀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啊，对圣贤教诲的怀疑，对于善法的怀疑。恶见是错误的知见，都是属于愚痴。这是六道众生的重障啊，非常严重的障碍啊。因为有这个重障，所以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随着魔境长流转啊，这个境是道路啊。魔道是什么呢？六道，你都在六道里头流转，六道里头特别是三恶道啊。前面在长航跟诸位做过报告啊，几个人能离贪嗔痴慢根本烦恼，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你学到的啊，是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的习气。你说这个挺麻烦不麻烦？不断就出不了轮回啊！儒家教学是人天道啊，没有出轮回啊。所以对于傲慢他只是讶异，傲不可长啊，不要再增长了，没有叫人断的啊。佛法呢，教学的目的是超越六道轮回，那你有傲慢的习气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不但出不了六道啊，三界的欲界都出不了啊，色界无色界里头
没有慢啊，没有嗔，没有慢啊。你有嗔恚，你有傲慢，你只能在欲界。色界粗禅都没有份呐，这种事情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修行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啊，你念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啊，持咒学密也好，你只要有贪嗔痴慢。你不走的不是佛道，你走的是魔境呐！啊，佛道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不能不断贪嗔痴慢。啊，功夫得力，什么叫得力呢？贪嗔痴慢呢，扶住了。这叫功夫得力了，根并没有断，但是它不起作用，有能力把它扶住啊。虽有贪嗔痴慢呢，哎，它不起现行，这功夫不错了啊。但是这样的功夫是出不了三界的。可是修念佛法门呢，这样的功夫就行了，就能待业往生啊。所以诸位同修要记住，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讲，待业是待旧业，不待现行啊。你过去造作的业可以待，现行的业不能待。因此你能够控制住烦恼，能够扶住你的习气，求生净土不难了啊。这个时候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你有把握成就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会起贪嗔痴慢，你就记住，你随住魔境常流转，这个事情非常可怕了。如来开示解脱道啊，诸佛如来菩萨善友应化在我们世间，帮助我们，为我们详细说明，为我们做种种示现，守护至持，能悟入啊，守护摄持神众生，他非常慈悲。他来帮助我们啊，教给我们如何守住根门，六根不被六尽影响，能护持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。
真诚心、慈悲心，我们听到他的教诲要觉悟啊。再看第九首，博观如来自在力，光布法界悉充满，处往宫殿化众生，此普现神之境界。这是第九尊普现摄化身中神的赞颂啊。在禅行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主修的法门是普于一切世主宫殿中显示庄严相，就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王宫里面示现八相成道啊，啊，去集中。我们多聊要会学习，啊，第一句，我观如来自在力，普现神看见了，佛得大自在啊。啊，为什么得自在？圆满与自信相应，就是在了。啊，自信是什么呢？前面我们读过，清净即灭。就相应了，清净即灭，就没有障碍了。今天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，这个不同维次全部突破了，所以佛法当中宗教里面是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次，他用什么方法？用禅定。印度教比佛教啊要早几千年呢，啊，现在世界上一般承认印度教啊，大约有8500年的历史。啊，我们佛教外国人只承认2500年了，印度教有8500年。啊，而印度教本身自己说呢，他们有10000多年。啊，有可能。印度人不重视历史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对这一方面分别执着比我们少，啊，我们重视，他不重视，六道轮回
是印度教讲出来的呀。这个事实真相，他们怎么发现的呢？他们在禅定当中发现的。印度教的禅定功夫实在也令人佩服。佛法里面讲的世间禅定，四禅八定，他们都修成功了。所以他对于天界里面种种状况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在禅定当中也突破了畜生恶鬼地狱的界限，所以对鬼道地狱道也讲得很透彻。遗憾的是他看得那么清楚，了解那么清楚，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不晓得六道轮回从哪来的。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解决六道问题了。佛于是才应化在印度啊，你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，有这个智慧了，有这个定功了，佛降生在那个地方，帮助他们了解宇宙之间所以然的大道理。所以佛出现在印度而不出现在中国啊，中国人这个本事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啊。佛许愿子在王宫啊，他有自在力啊，光布法界悉充满啊，前面说过他的身光，他的心光啊，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是周边虚空发现的。所以哪里有缘，哪个地方现象啊，出王宫殿化众生啊，降生啊，在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宫殿呢，世先为王太子，已经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啊，那是世间人所求之求不得的啊，他都已经得到了，得到之后全部放下，用这什么教化众生，现身说法了，告诉大家了，世间功名富贵啊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佛一定摄取，他怎么会放下呢？啊，他放下舍弃，这是假的，这个东西有害没有利啊。佛所示现的那是真实的，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世间法如果用佛法来说，有百害而无一利啊，这给你讲真话。世间的功名富贵五欲六尘种种享受，试问你能享几年？
你就是做皇帝，你能做几年？啊，在中国历代帝王，在位最久的，我们近代历史上来看，康熙、乾隆。康熙做61年皇帝，乾隆做60年皇帝，做4年太上皇就走了。其他的命都没那么长啊，做个10几20年太多太多了就走了，你想想有什么意思？他做得舒服不舒服呢？不见得舒服，没有福报不舒服啊，贵而不乐啊，富而不乐啊，不是说富贵人家都享福，不见得。这些理根思我们都要看清楚看明白，不要被这个世缘，这是魔障啊，不要被他欺骗了。所以佛聪明，佛有智慧，这些东西边都不沾。他教导我们的是真正的好事，真实功德。我们要求，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。啊，从哪里学呢？从经典，常常读诵大乘。华严是诸佛菩萨圆满的教学啊，是佛门第一教科书啊，我们从这个里头去学习。请看最后一首偈：众生迷妄居众苦，佛在其中常救护，戒令灭惑生习心，不动光身所关键。不动光明身众生，这是他的赞颂。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普摄一切众生，戒令生清净善根。长行的时候特别向诸位报告，以他来做这一个单元的总结，意味深长啊！他的赞颂第一句，把六道轮回的病根给我们说出来了。众生迷妄啊！这是真因呐、啊。
具足众苦啊，六道轮回受报啊，六道众生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把这些虚妄相当作真实啊，在这个妄相里面起贪嗔痴慢啊，起自私自利啊，起这个念头对于虚而不实的假象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嘛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，在这些虚妄相里面生起占有的念头，升起控制的念头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告诉大家，不但十法界里面一真庄严是虚幻不实，一真法界也不例外啊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绝对不是说啊，某一部分虚妄，某一部分是真实，那就错了。佛法是一呀。不是二啊，二就对立了，就有真假了。佛法没有，入不二法门，你怎么能起这个恶念呢？啊，怎么可以起占有的念头呢？怎么可以起控制的念头呢？佛教给我们对于事出世间法可以受用，不可以占有啊，可以受用不可以控制，你的心就解脱了啊，贪嗔痴慢断掉了，自私自利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你的心，你的身，你所有一切的造作都变虚空法界，佛在其中常救护啊！众生生死疲劳啊，佛是大慈大悲，有感就有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诸佛如来，菩萨善有应化在这个世间，只有一桩事情：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就这种事情，不是为自己，自己因为迷早就断了，苦早就离了，自己已经办到了，再来干什么呢？再来帮助九法界苦难众生啊，这个苦难众生呢，就是你的惑没有断，或者你的惑没有断干净，啊，我们知道啊，
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没断了，全叫菩萨，尘沙烦恼也断了，无明烦恼没断。就是到一真法界，他还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嘛，为什么还有阶级呢？四十一品无明没断尽嘛，诸佛如来还要在其中常救护啊。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尽，还要诸佛如来来救护他。所以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是为众生的，不是为自己的。化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为众生，就是为自己。这句话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为自己决定害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增长贪嗔痴慢，增长我见，为众生不为自己，逐渐逐渐呢，把这个我见我慢呢，渐渐断掉了。起心动念，决定要为一切众生，千万不要为自己去着想，为自己着想，亏就吃大了。不动光身，他关键的，他从这个法门证无上道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单元讲到这个地方圆满。